外星球。第一，喵星人有自己的外星语言。这语言，魔幻中带着一丝呆萌，诙谐中又掺杂些许神秘，令人欲罢不能。二，喵星人能摆脱万有引力，他能飞檐走壁。能悬空爬杆，更能逆天行道，倒爬冰箱。三，喵星人有神秘的传送门，这个传送门有可能是沙发，有可能是橱柜。是一个小包。哎，看来地球已经容不下我了，那就回母星吧。